大家好，我来到了三宝松原绝景拍摄地，前方就是富士山了，有看到吗？哦，这片云雾啊，太可恶了哦。可是就可以很明显看到松原。哦，前面是海浪，太平洋。三宝松原。消波块，中部撞哦，海浪会不会打到我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不会。以上，停止录影。